多少人都给我集中火力，把他们打到江里喂王八。长官，太好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是啊，兄弟们，这次可是马主席下达的正式命令，只要小鬼子登岸，我们必须拿出我们东北军的血气来，绝不能放一个鬼子上岸，听见没有？是。登岸了，都给我集中火力，狠狠的打。1931年的一个凌晨，随着日军在江桥北岸的登陆，东北军在马占山将军的带领下，终于对日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。弟兄们，准备好手榴弹，一会儿听我的命令。我说扔，你们就可劲的扔，听懂了没有？给！好啊，这碉堡会机枪，鬼子进入密集冲锋。你来逃工了，不是牛吗？接着冲啊！够日的，哥，咱到底打不打呀？不急，等小鬼子靠近了再说。不要命了，哥，现在小鬼子都到我们眼皮底下了，现在不打啥时候打呀？你懂个屁你！啊，拿着。啥时候能看清鬼子的眉毛、眼睛、鼻子？告诉我！
主席，您不能去。为什么？太危险了。打仗哪不危险？你军人不能不帅啊。别扯淡，去保护老百姓去。驾。你们两个跟着主席，快！仗打起来，我不能待在家里，啊！这一仗打好了，士气就起来了。主席，这儿太危险了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我负责不起啊！这日本飞机真他娘的可恶！去，把许三响给我叫来。是。主席，跟我来。别人都隐蔽了，你等炮弹呢？我快点！报告连长，我在清点弹药。我要说你嫩吧，你还不服气？那玩意你查得打呀？他能长腿跑啊？丢了我也不能丢子弹，多一颗子弹就能多干掉一个日本鬼子。别说，岁数小，骨头还挺硬。咱不仅骨头硬，手把子也不软。越说越能耐，还练过。我八岁的时候就跟我爹上垫子打野鸡掏狼窝，十四岁，王家大地主逼死我娘，我跟我爹烧了他家场院，上山骑柳子。干得好！这么说，你爹赵老奎他当过土匪？连长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俺赵大奎啊担当不起。是，俺赵大奎当过几天土匪。看没做过亏心事，现在俺爷俩就是正八经的军人了。行了，老奎，别白活了，那点陈芝麻烂谷子说他干啥呀？咱们原先是土匪，但是现在咱们是啥呀？正规的国军，干啥就得像啥。咱们现在得保护老百姓，保护咱们的土地。听说你们爷俩枪打得不错，一人多给拿10发子弹。墨迹啥呀？快点！是。连长，这好吗？太好了！对对对，多一发子弹，就能多打死一个鬼子。现在带着短靴，都拿好了啊！报告！报告，许连长，郑连长让你马上到营指挥所。隐蔽好。这会儿炮火袭击完了，带上好。是是，走。报告，主席、郑连长，许三响前来报道。许三响，沼泽地这一仗打得好啊！主席夸奖了。其实郑连长教的好，告诉我们打仗就不怕掉脑袋，还要用脑子打仗。打退了日本人，我给你嘉奖。谢主席，先攒着吧，等日本人真跑了，给个大奖励。你小子别贫了，你不是说木伯连的兄弟一个顶俩吗？现在小鬼子的炮弹已经掏完了，该向咱们主阵地进攻，下面的仗就看你了。您放心吧。我估摸着日本的飞机很快会第二次轰炸。主席啊，小鬼子欺负我们没有重武器，没有防空武器，蹭着咱这脑袋瓜子开飞机啊，这种低空打击对我们威胁很大，咱们不能让他们这么嚣张。
日本人的这种飞机速度并不快，装甲也不厚，啊，除非空战，他们舍不得把副油箱扔下来。如果低空飞行，拿枪就能把它打下来。你们看，这儿有一个山坡，日本人的飞机在投弹之后会在这山坡之前把飞机拉起来，这个时候飞机离地面是最低的，啊，到时候给我拿枪把它打下来。我明白了，你就瞧好吧。等日本飞机进了100米之内的有效射程之内再开枪，所有人都给我躺到地上，啊，枪朝着天，临阵脱逃者军法从事。再不跑，你也跑不过我小葵爷的五指山。小葵，听到啥呢？你安全。是爹。爹，我都打死10个了。他们追到老子的，快点！小日本飞机来了，小葵，往回跑呀！麻雀社の部隊も風前の灯火だ。ダモン君、その情報は確かか？麻雀社は古狐だ。油断は禁物だぞ。心配には及ばない。今頃田袖君が勝ち時を上げているところだろう。しかしやはり兵を増やした方がいい。必要ない。中国軍は役立たずどもだ。我々の部隊は黒竜江省を落とせる。本庄将軍のために勝利を、奇跡を起こすのだ。報告。北岸を奇襲しに行ったのではなかった。ここで何をしている？報告します。攻撃隊が待ち伏せを受けました。敵防衛線の突破に失敗しました。いや、兵隊長。我々も戦闘に参加します。必ずや次の戦闘で軍人の名誉を挽回してみせます。名誉挽回？田袖君、部隊を連れて陣地に向かえ。田中君が君を待っている。君ら二人で麻雀社の防衛線を突破するんだ。はい。
萨利部的骑兵已经向泰来运动。好，你命令他给我截住日本人的援军，打乱他的后勤部队，给我狠狠地揍日本杂种。是。